这盘棋刚刚开始。 凶手和将军一样，杀手想做超级英雄。如果你移植了一个连环杀手的心，你猜你会不会变得也想杀人？我有很多事要做，又舍不得我的家人，明白吗？深不可测。 我能感觉到，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。你所谓的同谋，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。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象啊？你说什么？三分真，七分假，你不说谎的，你只差一步，我们就一起替天行道。